太太从先生住到先生的位置的时候，啊，妻居西北，儿媳要与夫同住，在西同住不一定要再住在一个房间里面，在一个屋房子里面都算。陈哥，所以啊，都怀疑哦，上帝是女人。这个女人呢，西南也可以住，西北也可以住。她住西南角的是坤为帝，在西北角易仙太。太太住到西北角的时候，乾为天，陈格。这个住上去以后，主的是夫妻感情非常的好，因为先生是乾为天，太太是地天太，这两个夫妻进入一在一起的时候，进入自私的状态之下。好，所以我每次苦口婆心在跟他说西北角去住西北角，拜托拜托你去住西北角，我怎么可能跟他六十四卦讲一遍？可是我在那边刚强的要求人家住西北角，目的在这里。